通常妈妈最看不惯女儿的哪件事？可能会露出一点点肚子或是什么的，然后我有时候就会跟她讲说，不要穿这样子，在我们那个年代，看到肚子就要嫁人，裙子都很短，所以我每次看她要出门，我其实都会觉得会就是会吵架，就是我说。有没有穿安全裤？不要这么大咧咧的，勾这么深，然后裙子这么短。对，乳沟深深，误人一生。对啦，所以不要误人，也不要误到肚子。金买得点，东森超市圣子丹频道，我就问你正常吗？